皇上下午那会儿像抽风似的，还没好利落就张罗着下地，还敞着窗户，这会儿能不热吗？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我看八成好不了了。你别胡思乱想，这无论什么病，贵在个心气儿。天大的病，只要心气儿活跃，没有渡不过去的。昨天我到感业寺为皇上求了个签，是上上大吉，皇上有菩萨保佑，康复只是时间的事。我也去过感业寺了。真的？什么时候？在梦里。梦里？我最近每天在想，像我们以前的日子，年轻时候的岁月。我还是那句话，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无论做男人还是做皇上最大的福分。我知道前些日子我成天泡在偏妃那儿，你不高兴。以前年轻心盛，总嫌你。可现在想想，什么是好女人？能进你梦里的，就是好女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女人。啊，媚娘，我对不住你，我这病一旦好了，就专宠你，天天和你在一起，同先前那样。媚娘，你快过生日了，今年好好的庆祝庆祝。皇上，您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养身子，那些闲事就别管他了。过什么生日呢？一定要过，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我已经吩咐他们去办了。我早想好了，今年皇后生日，我们谁都不请，就跟孩子们在一起。一来，我好久没见到孩子们了，很想见见他们。二来，我听说最近太子和贤同你好像不太和睦，趁这个机会融洽融洽。那就多谢圣上挂念。媚娘，该给的我都给你了，所剩的你也就别再惦记了。雕刻此像的黄金称夫金，选自龙州，此地景色奇美，碧溪飞百鸟，红岩映青林，堪称人间仙境。龙州产的金质地诚实，光泽耀眼，而且坚如岩石，刻像艺人来自大石，刀法精致细腻，巧夺天工，而且和大唐的传统大相径庭，另辟蹊径。他讲究凹凸有致，追求形容逼真。母后请看此像以谁为模本？皇上，您说呢？这眉眼倒是像你母亲，可这神态表情却出离凡事，有几分烟火不食的神的味道。像你母亲每天供奉的菩萨，还是父亲一语中的，所以儿臣将此像命名为国母像。儿臣心目中的大唐之母，既有母亲之明眸皓齿，
形容却像佛祖永远豁达深沉，既有母亲的干练果断，心情却像佛祖那样时刻静如止水。儿臣将此像献给母亲，祝母后能观如其形，青春常驻，实如其志，雍容高贵，思如其神，淡泊清宁，从而寿比南山，福及四海。真是知母莫过于子啊。贤儿这是礼重仁义更重，一番祝福说的我都有点嫉妒你了。多谢二皇子，做母亲的能收到这样一份礼物，真可说是心满意足了。显儿，该你了。我带的是，其实也没什么。怎么，你忘了带礼物了？没。可我带的礼物没那么大，也没那么贵重。礼物不在大小，更不在贵贱，关键在于你是否独具匠心，是否巧妙。我也没那么巧妙。没关系，显儿，拿出来看看，没有人会取笑你的。此盒木质为阿伽罗，取自天竺国，沉香则由此提炼而成，香气蓬勃，提神醒脑。这个盒子木质紫藤，取自婆罗门，香质似酒，浓郁醇厚，主攻驱邪避厄。这个盒子的木质是由橄榄木打成，榄香似箭，由南诏传入。有诗云：“红露响星延命酒，素烟恩征降真香。”这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呀？这就是儿要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此香呈叶状，名梦天椒，由楼兰沙漠的状如云母的仙人掌及吐蕃雪山巅色若冰雪的雪莲精心混制而成。此香不仅气味奇美且有异功，除综合了上述诸香之功用外，还可当补品，滋身醒脑，活血舒精。而看母亲近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所以贡献此香，愿母亲疲惫时闻此香劳顿全无，困倦时闻此香可以如长梦方醒，耳聪目明。看来啊，显儿最实际，早就看透了我的奔波命，连解乏药都给我选好了。来，拿来闻闻。果然好香，真是人间一道，看来显儿现在都快成了半个炼香士了。谢谢你，显儿。哎，太平、红儿和蛋怎么还没来啊？其实四皇子第一个就来了，只是二圣没看见。哦，在哪儿？在那儿。这不是我们滨州的民歌《彩云飞》吗？好久没有听到这旋律了，恰似故乡的秋水长云，古道西风。这孩子从小有心计，沉和安宁的宛如一潭春水，却总能猜透母亲的心思。
启禀二圣，这是太平公主遣奴才送来的贺礼。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得孝道了？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公主说这礼物非同寻常，他不能在场。这孩子不知道又在玩什么花样。公主还说请皇后一定亲自开启箱盖。父皇，我把我自己送来了，是当做母亲生日最珍贵的礼物。母亲给予我的最珍贵礼物就是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而我能回报给母亲的就是把我自己交还给她。母亲。父皇母后在上，请恕儿臣不孝，未能如期赶到。没关系，来了就好。红儿，你的脸色很难看，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儿。儿臣只是感到心如刀绞。儿臣试图说服自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那样，表现出欢乐喜庆。可是责任、良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愧疚却如巨石般将我的心境坠入沉痛的漩涡，不能自拔。你就直说吧，出什么事了？这是孩儿送与母后的礼物，请母后过目。这是什么？正如母后所见，这是两束过早就已斑白的头发，代表着两位正值青春妙龄的皇家公主提早衰竭惨淡的心情。怎么，两位公主婚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两位公主早已经不是公主，她们的生活甚至不如一个平民的女儿。她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崇高血统所无法想象的落魄与贫穷，还要忍受每夜她们的丈夫运用人间最庸俗的智慧而构思的恶意侮辱，运用男人最粗糙的心灵酿造的冷落和孤独。她们的面容由于命运的不公而写满了对生活的恐惧和惶惑，而脸上唯一的饰品仅仅是丈夫酒后的殴痕。儿臣始终不明了，母后，如果您嫁出红白莲公主真如人们所愿，是为了解救两颗无辜受虐的心灵的话，那您为什么要把她们嫁给目不识丁而又血统低贱的门卫呢？红儿，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儿臣知道今天是母后的生日。作为儿子，能向母亲展示一片坚持原则的忠心和孝心，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礼物。不错，红儿的一番慷慨陈词，实在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最严肃的礼物。只是这礼物只有了一半。红儿，你认为我能为二位公主的命运做点什么呢？下诏废了他们不幸的婚姻，接他们回宫休养，然后另选门当户对的夫君，则良辰吉日，明媒正娶。这是展示您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的最好时机。我以我尊贵的太子地位和李家的高贵血统担保，您所为他们一手铸造的幸福，绝对不会成为他们为前辈复仇的起点。我想，如果王皇后和萧淑妃天上有灵的话，一定会原谅的。你给我闭嘴，满口的胡言乱语。皇上，您错了，
红儿从来都不会胡言乱语，她做什么说什么，从来都是经过深思苦想的。你看我今天这套新衣服怎么样啊？嗯，哎，红哥哥，红哥哥，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昨天晚上没睡觉？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走了。母后，您是不是又和红哥哥吵架了？他又惹您生气了吧？没有，我没跟他吵架。不过，他确实让我很生气。母后，母后，你怎么了？没什么。你这，你穿的是什么？是女工坊做的，我以为您会喜欢。您要是不喜欢，我这就去换了。让我看看。站直，我看看后面。转过来我看看，不错嘛，婀娜多姿，露面不服，把我的女儿衬托得如花似玉，谁做的？兴许我要照着做一件。真的吗？你也喜欢这件衣服？告诉您吧，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您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你工房给您也做一件。这把梳子是红哥哥的吧？我一会儿给他送去。这两天您太辛苦了，我看丛台玉览的事是不是？丛台玉览，述天地之正义，匡扶人间真情，这本书的修编绝对不能停，而且还要编得好，要广采人间英词丽句，广纳民间至意真情，它将是帝国百姓行为之根本，大唐国政之指南。要编好这样一本书，何错之有？难道就因为我用了长孙侯，才要遭此非难？难道大唐的胸襟就这么狭窄吗？我们看过太多的同时操戈，太多的友朋相残，这不仅是百姓的悲哀，更是王族统治的耻辱。子不孝父之过，民不仁官之患。我们如果不是罪恶的成就者，至少也是阴暗的守灵人。我只不过随便说说。您最近太爱动肝火，这样不好，很伤身体的。
尽管很有可能这将是一次以卵击石的尝试，然而他却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哪怕是注定的失败。那是我从儿时就有的承诺，它来自我的教养和我的血液，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资格让任何人陪着我一起忍受即将来临的苦难。我宁可选择孤独，而不能让你，因为你把我理解得太简单了。其实我早已把自己投入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可我连敌人的仇恨都无缘享受，得到的仅仅是唾弃和鄙夷。但是我知道世上还有一样东西甚至比胜利更加美好，那就是爱情。不论是遭受伤害还是伤害他人，只要是以爱情的名义并且真诚，就已经是崇高而尊贵的了。原谅与否从来不是爱情的话题。红，您刚才所表现出的令人感动的宽宏，倒让我怀疑起您对我的感情。红，把您那本梳子给我。梳子，我的梳子呢？我的那一本梳子呢？梳子，我的梳子，我的梳子，他到哪儿去了？是他拿走了我的梳子，肯定是他，是他拿走了我的梳子，梳子，我的梳子，梳子，梳子，你在哪儿？他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梳子？他拿走了我的梳子，为什么拿走我的梳子？啊，梳子，我的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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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梳子。我的梳子，我的梳子。安静，安静一些，我在这儿，梳子不会丢的。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我不结婚，我不结婚，我懂，我答应你，今晚就走。不，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你的压力太大，这样下去会垮的。让我离开，为了你，为了我们。你要把我一个人留下，在这偌大的宫里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如果把民风民智比作水，那么学问教养则为渠，知书方可达理，知礼才可育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期盼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唐山河。我需要看到我们的人民敬爱他们的父母，善待他们的友人，珍视他们的妻小。我要看到我们的官臣是宫里的一个谜，很多人说是母亲害死的，就像你听到的那样，然而我却不相信，当大地补将，而且永远也不会相信。但死亡，寒冷的死亡，却以宏伟形式第一次真切地闯入了我的视野。大明宫从此再也不是我所认识的那片无牵挂的乐土，
他由于红的灵魂而开始变得如迷宫一般含义深刻，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生存。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常日出耳眠，浅梦未稳，又要为国操劳，日累月积，内忧外患，终积劳成疾。停，这段不好，改掉它。或改作：太子虽身患恶疾，却依然鞠躬尽瘁，孤灯夜夜陪伴其指引，晓日无情，其打理国政之诚心之意，切意深情，当感动天地。如苍天有眼，时因补其早逝康健，长其未尽长眠。加上了吗？继续。太子一生勤俭，富贵不淫，并以身试则，常洞开府仓，救济贫穷。太子坚信仁义为治国之本。子临终，又依遗言托臣禀报二圣。你是谁？红的娈童何焕。你不知道这是朝堂圣地，闲杂人等不可入内吗？你就是何焕？正是。太子走前说了些什么？太子说他死的冤枉，托我问二圣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他死？为什么？太子死时你在他身边，只有何欢一人伴其左右。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当时太子的鲜血沾满了前襟，比狂风中即将凋残的牡丹还要哀愁。太子的面孔无比苍白，仿佛世事的冷酷无常令他的内心因失望而彻底冰冷。太子的双目正视苍天，好像有无穷的诘问、悲凉与怨情要诉诸神明。太子的双手剧烈的抽搐挣扎，把我的胳膊抓出条条淤血，仿佛要抓住那能够挽救生命的稻草，又似乎要抓住黑暗中施暴的黑手。别说了，别说了，你下去吧。我不能下去，皇上。皇后，你们是他的生身父母，难道就不为自己的骨肉不明不白的惨死而动容吗？现在你写几条祭文，用表面华丽的辞藻装点他的灵魂，就不觉得心虚吗？太子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恳求你们给他一个答复，一为自己，二为天下。何欢，我们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我不仅是他的仆人，我还是他的爱人。不必这样看着我，其实这在宫里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只不过没有人挑明而已。我是他的爱人，我今天要让你们所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实。
皇后，您是否记得，15年前是您把我从将士宫刑的太监堆里挑了出来，赐给了红。而您可曾料到，当年那个少不经事的俊俏少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付给了你的儿子。太子的生命，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理由。太子的夙愿，即是我终生的向往。是爱情神圣的力量支撑着我跪在这里，以了却太子临终的遗愿。我想，这已经是世上最充实的理由。皇后，您还以为我没有资格吗？你给我下去！皇上不给何欢一个满意的答复，何欢是不会罢休的。太过分了！何欢，你要是再不从命，就休怪我们不通人情了。皇后想处置何欢吗？圣上，何欢有一愿相求，请圣上恩准，请皇上赐我一死，并将我与太子合葬。世上没有了所爱，没有了太子弘的性灵，再活下去的每一天都将是对灵肉的煎熬。既然活着无法与他名正言顺，至少死了，也希望能光明正大的同他躺在一起。请圣上赐我一死，恩准我的请求。把他拉下去。皇上，请恩准何欢的夙愿吧。皇上，皇上，你就忍心太子他孤单一人远离人间，他如何膳食，如何安眠？皇上，严冬酷暑，他孤单一人，请让何欢与太子为伴，就算是皇上皇后对太子的恩典吧。皇上，慢着。皇上，请您恩准他的请求吧。不管怎么说，红儿他不至于寂寞。我准了，准了。谢主隆恩。继续念祭文吧。故皇太子弘有德有行，克勤克俭，富贵不淫，并以身试则，曾洞开府仓救济贫穷。太子坚信仁义为治国之本，良善为做人守则，其随身之物为一卷上书。我的眼睛，皇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皇上，你怎么了？媚娘，皇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媚娘，叫御医，快叫御医，快叫御医。去世仿佛更疏远了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宫中的日子尽管平静，但却变得更为无聊，人们的脸色也似乎由此变得更加深不可测。作为次子的邪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一任太子，但愿他不会重复红哥哥的悲剧。
终日沉醉于自己心境的迷恋，鸽子似乎成为了他最亲近的朋友。亨山王李承庆，扶风王李峤，冀王李贞，汝南王李业，博阳公顺李嫣，滨州侯武元庆，知州侯武元爽，晋辉侯武为良，应安侯武为运，中书令李义府，门下侍中许敬宗，尚书令韦月江，英国公李振思，胡国公秦毅，左翼卫大将军徐世祖，右翼卫大将军窦建威，太子太保裴炎，太子能事张税，高丽王子黑齿长枝，魏国夫人贺兰氏。念完了？啊，完了。谁来主持大典？儿臣已是太子监国。有一件事我想向你请教。母亲不像你们，自幼在宫中跟鸿儒大贤学习圣人法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圣人又是怎么解释的呢？兵为阳，所以男主战士，这是天经地义的。女主内，相夫教子，侍奉夫君，也自有上天为他们规定的义务。男女各有其尽职的场所，是不能够混杂的。再说胜利庆典，满朝文武，数以万计的得胜将士聚集一堂，到处充斥着张扬暴力的阳刚之气，是会有损柔美娴雅的女性淑仪的。而且远征归来，九死一生，庆幸不已，将士们未免会狂歌豪饮，形骸放浪，实在不适合后宫的女性入目。我想先皇们制定这样的规矩，也无非是出于上述的原因。那魏国夫人的名字为什么在列呢？你就不怕皇上治你玩忽职守，破坏典制的罪吗？魏国夫人参加是父亲的旨意。哦，那我现在也下一道旨，我要让太平参加。不但要他参加，我还要他亲自主持大典。我要让普天下知道，现在四海之内有一个多么伟大辉煌的皇族。他不但英勇善战，血气方刚，而且他还妩媚动人，柔情似水。感谢你们。我的父皇和母后也感谢你们。权力
我平生第一次直觉地感受到权力，那君临于万众之上的迷人感觉。我凝视着广场上凯旋的战士们，那一张张还隐隐浮动着战争烟云的刚强面孔，终于开始领悟到，我的哥哥、父亲，包括我的母亲，那永远会疑莫测的表情之后深刻的背景，开始理解，这让世人前赴后继，宁可舍去生命亲情，也要夺取权力的绝对幸福。权力，这是你我生命中的永恒主题，是隐藏在你高贵血统之中挥之不去的印记。长海，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来人呐！谁在那儿啊？是太平吗？贺兰呢？你哭了。皇上，你看见什么了？我还能看见什么？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亏得皇上看不见，否则你看见我这身衣服，一定会笑话我。你今天穿得很丑。恰恰相反，这是我平生最美的一套衣服，也是令我倍感耻辱的一套衣服。承蒙皇上的恩赐，贺兰伴着孤灯亲手设计缝制了三天三夜，就是未能在凯旋大典上一展风采，以答谢皇上的器重之情。我明白了，你这么伤心，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原来是怨我在大典上忽视了你。皇上，贺兰呐，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你想想，大典上满朝的文武百官都在，再说我这眼